也许可把你忘掉，一个人的生活可能过得更好。别让爱火再燃烧，虽然已成灰烬，却依然忘不掉你的表情，已无法分辨，你的感觉已无法抓到。是否你的要求太高，还是我付出太少？怎样的爱你才需要？说明了，我才会知道。是否你的要求太高，还是我兼顾不到？怎么样的感动才算重要？也许可把你忘掉，一个人的生活可能过得更好。别让爱火再燃烧，虽然已成灰烬，却依然忘不掉你的表情，已无法分辨，你的感觉已无法抓到。是否你的要求太高，还是我付出太少？怎样的爱你才需要？说明了，我才会知道。是否你的要求太高，还是我兼顾不到？怎么样的感动才算重要？当我们再见，会忍着不拥抱，别提醒我离别时候好不好。是否你的要求太高，还是我付出太少？怎样的爱你才需要？说明了，我才会知道。是否你的要求太高，还是我兼顾不到？怎么样的感动才算重要？